在台北市你代步要开的泰拳之马。来，兄弟们，我们现在在北台湾最大的一个 JDM 车具，无差别车具。我们刚刚从那边走过来，就已经看到非常多的日系车种。听说今天据消息传出，韩哥今天会来，我们看他到底会不会来。好，差一点左脚就没了。今天早上看看有没有我们卖掉的车，今天应该有很多改装的看头。其实我很期待，因为我自己是很少参加车具的，打从卖车开始就很少。原本我想象中的车具是日本东京甩尾的那样的车具，应该要放很大声的音乐，然后甩尾上山，有没有？地下室停车场直接绕上来。哎，结果今天蛮安静的，而今天非常热情，很热，有点受不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，为什么今天会戴墨镜？因为我社恐，主要是日系车，是不是？那我们那台 LN300H 应该也要开上来啊，因为我们那一台是日系车，可是有限高，超过两米的车进不来。它已经老到我念不出来它是什么车，但我知道它翻眼睛是很有感觉的，也有敞篷 K8 Type R N 叉五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卖过好几台。我想看到熟悉的人。嗨，你们要走了？对啊，华裕网红耶，好开心啊！感谢感谢，拜拜。这台是什么车？鹰眼鲨，改蛮多东西的。没了，就这样啊。哦，那找人访问喽。哦哟 ，GTR，GTR， 黄色车漆，金色断片铝圈，双片的不是断片。我之前有买过三台 GTR， 都卖掉了。怎么那么眼熟？那个柳哥朋友去你店里几次啊？今天怎么会来？今天什么日子？今天就是停车的日子啦。太敏感，这个话题太敏感，不能够讲，因为刚刚不能讲。刚刚已经有警察来问了。是哦，其实我的身份还没告诉大家，把我背心拿出来没有？那今天会有传说级的人物会来吗？听说是会有啦，但是会不会来我们就不清楚了。我们来这边就是以车会友啦，只是很巧遇到你。都开什么样的车 ？Supra， 这是车友的啦，我们的车停在那边。我们公司也刚卖一台。有啊，我去的时候我看到有一台消光灰的，消光灰的，对啊，很快就卖掉了。所以他们今天到底会不会来，不晓得。我看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不会了。好，但是来不来其实不重要了。对啦，其实来不来我们也不是为了他来的，我们是因为车友在群上面有说要来这边停车聊一聊天。干不起来，干不起来，再绕一绕。其实我一直很想买一台 Type R， 如果有机会我买一台来玩。等一下直接问他们有没有割爱的。现场直接买，这什么车？这是纯正的苏巴，纯正的、喔、车主，这是纯正的牛魔王。对，这也是几年的哈？1993，1993。我看改装也弄了不少，这已经不是金钱衡量，已经第三颗引擎，这炸了两颗，因为在试它的极限，马力机有拉出1100多。啊，有1100多呢。有在试车了，有在试车了，有在试车。讲的比较含蓄一点，是极速的那种还是零百？我有在跑300后，他是现行速跑80的会长。会长你好，会长，失敬失敬。可以发动我们听一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。因为毕竟这个现在台湾的数量应该不会超过35台。那通常有买那些玩家一定都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，应该说一半以上都有进来，但是一半的车主基本上都是收藏，他们其实也不会去参加什么，他就只会拥有这台车就好。我方便问一下，这个车现在是多少钱？我们先不论改装，大约末的行情在哪？如果自排的话是150、160起跳，六速手排基本上180、200以上。等一下，我先。你好，哦，刺激的，刺激的，来把我背心拿出来。所以今天有听说有一位知名的人物要来。其实下午我就已经去了，只是说因为下午的现场真的太过多，那你说今天这个也不可能会来，就是没有一个管制。那又如果加这些套件、这些改装品这样下去，多少钱你会卖？我们聊天而已。我自己的心目中的价格，但是一般人看的可能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同。我目前自己开是开大约350，因为这台车的改装费其实已经远远超过这些金额。好，我稍微介绍，像引擎的部分我就请，引擎的部分我就花差不多已经破百了。那这一组前后刹车就已经50万。
ABCNC 利曼 ，ABCNC 利曼，对，这台湾应该是没有几个人会装这种。我这一台车就是，它能用顶天的东西，我就尽量装顶天的东西。反正就是这台车能用好料，我就尽量用好料，就当做儿子在养。引擎的部分就已经破百，单颗就破百，单颗就已经破百。那其实你在这台车上花的含车价改装应该要六七百。我大约估算，这台车其实我已经花了差不多快九百万。快九百万已经可以买当今的四五八六一零。对，但是每个人的取向不同。这样玩这个几年了？这个车款、目前在我手上快二十年。应该不止这台车吧？我有两台速况，都是这一款的。都是这一款，因为我蛮喜欢这一款的车型。有尝试过玩过其他车种啊，但是动力的方面，这一颗引擎真的是潜力非常大。那等一下还会去别的地方？等一下回去睡觉，累死。等一下睡觉，累死。感谢感谢你，谢谢。简单看一下车子。小胡来了，反问一下小胡，边走，有发现什么好玩的？哪一台？哦，这台啊。车主，可以反问一下你吗？可以啊，我知道。可以啊，很绕啊，六。我们啊 ，OK。面巾拿出来。不要了，开玩笑，收起来啊。然后赞哦。感谢。没有啊，感谢。原本这一场是 JDM， 就是都是本日系的。好像有人放假消息说韩要到那边去，对啊，所以大家都往那边去的同时 ，JDM 的主办单位就转到这边来。对，对着镜头打个招呼。你只要看到本人了。拍个照。我在楼下塞车非常的久，因为大家都下去，塞了三个小时。然后我开车上来没有那么久。啊，半小时。不好意思打扰。不会，很特别呢，这。对。它这是包膜还是漆？这个是先贴犀牛皮，然后再请我一个朋友，他专门在做涂鸦的。画在犀牛皮上，所以我两边配色不一样，都是你的声音。我刚刚在外面吹的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同事，难怪警察会来。像这样做一台是怎么样一个收费？喷这一半部，光喷而已，就大概4万块，然后犀牛皮另外算。江寒车价跟改装，这台车总共花多少钱？先以改装来讲的话啦，前车主已经改大概40几万，然后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换了这个488的碳纤维碟盘，很有感觉呢。它这轮框还另外。这我看久了有点头晕。其实我一直很想买一台 Type 啊，可是没有遇到。我会买它也是因为它保值啦，这现在一年折不到10万块。它的内部的那些动力的还没算呢。动力的前车主都花过了。再而且，我说你说。可是这车说真的，我觉得日系车其实都还算好照顾好养。没有。他说他要来收车，我说这台车要不要收一下？这台车花了。蛮多蛮多的。这台车改了，又改了一台车的钱。他其实应该这台车能改的几乎都改了啦，椅子也换掉啦，大包也都不一样啊。这是日本 JS 的大包，像这种改装品，现在动辄都要等个半年、一年才有货。你光前面这一个就10万啦、啊，不含烤漆。无线引擎盖有没有？无线引擎盖100万日币，大概快2825、2528。啊，这引擎盖花25万是什么概念？他说有一只那一台今天没有来，对，那一只尾翼30万台币。这种要验车很麻烦，其实他们都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。感谢你。不会。刚你的声音全场最亮呢，是不是？那不是有一个进城专案？你有没有在名单里面？一定有。进岛，他在进岛。进岛啊。进岛。当你车发动的时候，其他那些改很多的车主应该内心应该有 OS。干，这段时间冲他小。那是计程车吗？有点终极杀阵的那种 feel 是吗？那种味道。你好，车主吗？请问一下，因为我看这台车蛮喜欢，它就是有翻灯的，蛮特别。所以今天原本是不是有一位比较明星的会来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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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误传。误传了。对，我本来也不想来，就是怕他来。会很多人啊，就是现在又暑假了，人这么多，因为搞得失控了，我觉得。所以我原本不打算来，后来我知道他不来了，我就来了。那现在方便发动给观众听一下在这情况，还是不要？音也不大声了。我们刚刚绕过来，每一个车主几乎都这样讲。这一台我问一下，现在行情是售，因为我们虽然做二手车买卖，可是我们比较少遇到。这个车现在一般很少人丢出来了。前一阵子有成交的行情，大概在60几块70。雷神杰斯们。哦，
超注意，有点扎眼的那种感觉。左右左右左右，我们看一下内装。大哥，像我们这个敞篷，它是电动的还是手动的？手动，手动不会坏。手动不会。电动的会坏马达。大哥，感谢你。哎呀，我们再乱一下。哎，老板你好，是 EVO 车主吗？方便访问一下吗？帮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？感谢感谢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这台是很多人的一个梦想车款。应该是吧。现在这一台车要多少钱？要看日规跟美规啦。美规的话，现在二手价差不多在170万上下。日规的话，大概在100万上下。这台车是什么年份？这台是01年。01年。你是不是好几台？我感觉你好像不太记得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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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另外一个就代步车啦，这个就是平常跟就车友大家一起出来的。我这台是日规的。方便拍一下影子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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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改装就是进气、水管，就是一些装饰的小东西啦。都动力都没有没有动，就还是维持原厂。算是改装算比较含蓄一点。实际车主真实的说明。如果你这颗引擎你装那么大的动力，它基本上它已经不是这颗引擎，不可能在原厂这样的范畴去做到1-2000匹，没有可能。你可以在原厂的情况下，然后靠扩缸啊或什么的，跟换比较大的涡轮，然后做到700匹、800匹是可能的，可是做到1000匹、2000匹完全不可能。国外有一台很，就大家都知道一台墨绿色的 EVO， 它做到2000多匹，好像2300匹吧。它那个绝对不可能是原厂这样的本体下去做。这概念就是就像那个柯文哲的那个夜客膜一样的那个概念，就是只有外壳是人体嘛，那里面全部靠机器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已经不是它原来的内脏。对，它就是这意思。对，因为我们刚刚远远看过来，就这一台比较突兀一点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外形？它的原貌就是这样，不是像我们台湾看到那种，因为它的前后包也都不一样，还原它日本原貌这样。内部结构其实跟 EVO 都差不多，因为这台车在日本是涡轮引擎，比较好验车啦。这台车现在是值多少钱？已经没多少钱了，不到10万。因为之前都一直有人说你要怎么分它是不是 EVO， 你就看那个后挡雨刷。可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，他要去选择 EVO， 他一定是小时候知道这个车，然后对这个车有梦想有憧憬，就是这个车好帅，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一定可以买。然后等到经济能力许可以后，你知道那些害群之马真是糟糕。我们安静的车距就不该有存在这种，买了这个车去把它心目中的样子，你的车就是不断在进化，也就是不断在花钱，不断的花钱，对，不断的花钱，不断的充值。这两台装的都是这个前保杆，现在目前市场上一支单保杆就要50000以上。还要等啊！哦，这台有宽体呢。对，这台还有宽体。这台全车都是正版的 Vortex 的套件。你看你在台北市，你代步要开的太君子吧。我们玩车要玩的油品，玩车要玩的油品，他们是比较有 sense。对，有 sense。当年总代理新车售价180万，到现在没掉价，还是180，可能还要再往上，因为每台状况、对不一样。感谢你，哎，不会不会，感谢你让我们采访。小事小事。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把 CADM 车距都乱玩，主要我的车开不上来，不然我也想参加。那还想看我参加什么聚会，欢迎底下留言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宇老板，下次见。哆来咪发，收啦。好，我们看你的屁股比较旧一点，所以梁借开的这些武器。哦，翘起来。那再拿来甩尾应该蛮好甩的。这个已经偏了。